这怎么会了你？每天都是大鱼来肉呀！完了。接下来给你了。哎我去，又这么多呀，这我这分解出来的胆汁酸都快没地儿安排了。哎呀 ，later， 这块没有你的岗位了，去老常那边吧，他最近有点困难呀，好好干啊，不然有你好果子吃。收，我收到。急什么？来这儿啊，去隔壁那个犊子说一下，让他别急了。我嘛，这好好干啊，不然有你好果子吃。哎，行吧，犊子呀，等等等等吧，城管那边的爸爸都多好几天了。这一个个的就知道为难我这个臭打工的，气死了！我错了，我打死你了！救命啊！我快憋死了！你这胆子酸呀，淤积在血管上，血管夹壁供氧不足呀，太危险了，得赶紧去跑了。